焦点视频陈俊新风水命理嘅时间，荧光幕见到陈俊新师傅。Hello， 大家好，我系陈俊新。嗱，节目开始之前咧，大家记得做齐 CR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时喺唔同嘅社交媒体搜寻陈俊新三个字就可以揾到师傅其他嘅影片同埋资料噶啦。今集咧继续咧讲一讲一啲关于八字嘅知识嘅。好多时候咧，因为我知每个人咧，佢都会有一啲转运嘅情况，不外乎就系转好，不外乎系转差啦。咁甚至乎有啲如果转差嘅情况，突然之间系好坏嘅。坏到可能是有生命危险的，可能例如之前师傅曾经有一集讲过这个什么群比真财啊，是吧、哦、遇到的大运是啦，群比真财。群比真财那就会有一些、好不好的情况啦，但是当然啦，即是在命运的走势当中呢都会有不同的情况的，所以今集呢师傅都会呢就住这些情况去讲解一下。但是呢讲下去之前呢，大家记得嚟緊啊，我知道呢十月到的时间呢，师傅呢将会再次推出呢他的八字初班嘅實體課程，咁啊會喺平日嘅時間晚上咁咧就會推出嘅。咁因為我知道咧有一啲嘅觀眾咧，其實咧之前已經揾過師傅噶啦，咁啊喺個 waiting list 上邊嘅，咁所以大家記住咧把握時間，唔介意嘅趁氣問多一次師傅，咦師傅個 waiting list 上邊係咪仲有我份啊？咁樣咁你就有得優先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啊可能後嚟嘅觀眾咧就遲來先上岸啦。咁所以大家記住要把握呢一個機會啦，快啲咧喺影片資訊欄咧揾翻啊師傅嘅聯絡方法問下佢。咁好啦，咁今集嘅時間咧請教啊師傅啦。焦点视频开台咧已经踏入第五年啦，非常多谢大家对我哋嘅支持。我哋将会喺8月3号举行五周年嘅网聚，成个活动咧我哋会邀请好多位嘅开运专家、名人嘉宾同埋主播出席，同大家一齐玩游戏、打合招同埋食晚餐嘅。嗱，详情如下，日期系2024年嘅8月3号，星期六嚟噶，时间系晚上嘅6点至9点半。地点咧就系西九龙中心嘅7楼，而费用咧我哋分两个，一个系398元基本，同埋688元礼遇。嗱，礼遇级别咧可以确保入席咧一定系坐得比较前嘅位置，同埋会得到活动福袋一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焦点视频搞活动最中意就系人人带嘢走，年头开运 show 已经派咗超过100份礼物啦，今次台庆抽奖更加预咗超过200份嘅礼物同埋现金奖送出去，保证人人又食又拎啊！记得扫右上角二维码立即了解同埋报名参加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嘅，今日我哋嘅录影时间咧就系2024年6月23日，咁咧今次咧我哋想讲一讲个话题咧系关于转运交运嗰个问题嘅。通常啊，我哋咧会同人讲咧，如果你适逢咧嗰个年份咧系你交接由另外一个大运转去另外一个大运嘅时候咧，我哋话个气场咧会比较混乱嘅吓，咁样咁咧比较夸张啲嘅。阿苏文峰师傅讲过啦，曾经嘅电视，我印象中佢讲过咧就话转运最后嗰两三年同转后之后嗰两三年都系混乱嘅，即系混乱差唔多成3至5年啦，咁样一个大运10年，即系混乱咗5年啦，咁样咁啊有啲夸嘅。通常我哋话咧，如果系普通啊，记住系普通嘅转运咧，通常咧就系我哋话推前后8-9个月，推后8-9个月，即系转运前后8-9个月咧，嗰段时间系属于比较混乱嘅，好似咧我哋交接天气季节咁样啊，时冻时热，时翻风时落雨时热咁样喺度交接嘅，就系呢啲嘅乱啦。咁通常咧转运期间，我哋话气场乱，最基本会引致到你个人咧比较上忐忑不安或者心水不宁噶。通常我哋香港人比较典型嘅入嘅情况咧，适逢去到交接运嗰啲时间，会做出一啲嘅转变噶，不自觉地可能有啲人会转工。或者有些會搬屋，或者有些人甚至去轉行都不出奇的，有些直情是感情有變化之類的東西，很硬的在香港，就是這個轉運。那呢現在呢我想仔細一點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講轉運，有些轉運就很 normal 的，普普通通的反覆，即是反覆或者不穩定，有些是會嚴重一點的，我今次呢就想講這個內容了。轉運普通轉運就係即係轉下工咁樣之類嘅啦，冇乜特別啦。咁我講轉運入面有一個運咧係比較明顯啲嘅，個氣場會更加不穩嘅，我哋叫做轉角運啊。轉角運係咩意思呢？轉角運，
轉角運嘅意思咧，我哋咧喺方位而言咧，有分東南西北噶。咁咧呢個意思就係話，你由東運轉入南運，南運轉入西運，或者西運轉去北運啦，或者北轉去東啦。咁呢啲咧都可以叫做轉角運。咁我講一講啦。嗱，我哋東啦，東係咩咧？十二地支入邊咧，我哋叫做人卯神啦，人卯神。咁南嘅話咧係咩咧？叫自五味咯喎，自五味。西邊咧，我哋叫辛酉戌，辛酉戌。北邊咧有亥子丑。好，咁我哋而家講講轉角運係點樣去定咯？點樣去界定咯？好簡單啫，當一個人啊行緊神運，即將交接入去自運嗰陣咧，呢、這個情況就叫做由東邊嘅運轉入南邊。神運轉入去自運呢、這個情況咧，就已經叫做轉角運啦，交接緊個角落頭，由呢、這、一個、啊、我哋東南西北由呢個東嘅位置想即將轉入南邊嘅嚇咁樣，轉入去南邊嚇咁嘅意思嚇咁、啊、樣，又或者你行緊未運嘅，即將要轉入新運，都係一種轉角運嚟嘅。嚇、啊、咁樣，未係南邊啊嘛，辛酉戌係西邊啊嘛，未轉入去西。由呢個南轉入去西，戌運嘅係西邊嘅運嚟噶嘛，跟住你要轉入去亥運，亥運係北邊嘅運嚟嘅，咁呢個就叫做轉角運啦。同樣地可以逆轉嘅，例如你行緊一個亥運，咁當然你係可以行去戌運噶嘛。呢、這個咧就係由北邊嘅運轉去西邊嘅運啦，呢、這個亦都係叫轉角運。又或者你而家行緊丑運嘅，咁下一個運咧係人運嚟嘅，咁呢個咪就係由北邊嘅運轉去東邊咯，呢、這個就叫做轉角運啦嚇、啊。記住，轉角運嘅交接嘅氣場咧，比起我哋普通嘅轉運咧，係會劇烈少少嘅嗰個不穩定跡象。舉個例，你亥運轉去子運冇乜特別啦，大家都係一個嘅水運，北邊嘅水運，或者你子運轉去丑運都冇乜特別，係北邊嘅運。大家喺度交接，但你一旦咧係丑運轉去人運就唔同啦，就係話由北邊轉去東邊嘅運啦，呢、這個就叫轉角運啦，呢、這個就關於地支嘅轉角運。咁仲有一種咧，我哋咧叫做天罡嘅轉角運，係咩呢？就係、是、由你行貴運，貴係至陰噶嘛，十天罡之末嚟噶嘛，係最美美噶嘛，十天罡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癸。轉去甲，咁呢個咧係十天罡之首嚟噶嘛，由最尾嗰個轉去頭嗰、那個，咁咧呢個亦都係轉角運，轉角運調轉可以逆轉嘅，由甲轉去癸都係一種轉角運嚟嘅，呢、這個就關於天罡嘅。咁咧天罡嘅轉角運以乜嘢比較激烈呢？就係、是、由癸轉去甲就稍為激烈啦。呢、這個咧我哋叫雙行換陽啊，嚇！由癸轉去甲，我哋叫做雙行換陽。雙行換陽啊，就係、是、由陰轉去陽，就呢個意思。咁當中最典型、最入型入格嘅雙害換陽咧，就係、是、由癸害運轉去甲子啦。癸亥是我哋六十甲子个排列是最尾嘅，最尾星嘅，六十甲子入面最尾嘅就是癸亥啦，排六十嘅，吓咁样，咁咧由癸亥转去甲子啦，呢、這个甲子咧系我哋六十甲子嘅支首啊，第一嚟嘅，第一嚟嘅，排第一嘅，咁呢个咧就是最典型、最入型入格嘅双行换羊啦，咁样转咧系会激烈啲嘅，咁咧记住咯。轉運嘅期間已經係個氣場唔穩定啦。咁如果你再遇著轉運嗰期間嗰一兩年或者兩至三年咧，個流年又係有刑衝嘅，咁咧就會激烈，更加激烈啦，更加動盪啦，你嘅人生嚇咁樣。再咁啱啦，如果你轉運由一個好運轉入去一個差運咧，就更加硬啦。我話轉入差運咧，會更加硬呢一種。人生嘅動盪，甚至係不利嘅嚇，更加會應嘅嚇。本身你行衰運就已經衰嘅啦，仲要係一個交接一個轉角運入邊嘅衰運就更加激烈啲、嚴重嘅，會點樣呢？
我哋古诀有讲到话，商行换羊换得过是人，换不过是鬼。换不过嘅意思即系咁啱你转入去系衰运，衰运得嚟，仲要一转入去就系行衰嘅流年，迎冲好激烈嘅流年，当然系可以有意外啊、血伤啊、官非啊、灾疾嗰啲啦，就可以有呢啲啦。咁大家咧就唔使惊话，喂转运。我哋話男怕交，女怕脱啦嘛，交脱大運啦嘛，咁大家嚇唔係任何大運都驚呢啲嘢嘅，係轉角嘅運先會覺得反覆啲，氣場更加唔穩定嘅啊。當中最唔穩定嘅就係癸亥轉去甲子，就係呢一個情況啊。咁希望大家咧有一個關於轉運嘅情況有一個更加深入嘅了解嚇。咁點解要講呢個 topic 咧？就是、因為上次我哋同阿社長拍過一集關於 Mac 有冇印象？記得我哋講過一個人跳軌噶嘛，佢就係咁啱雙行換羊噶嘛咁樣。咁、有啲嘅觀眾咧聽完之後咧或者睇完之後咧驚驚地啊，佢有啲擔心，喂我嚟緊有冇呢啲情況啊？換得過是人，換不過是鬼，大家唔使擔心。我哋講緊呢一個轉運係要轉入去衰運先特別應，仲要轉入衰運期間，仲要遇到啲流年係好勁嘅迎衝嘅，先要擔心啫。如果唔係唔使啊，大家唔需要擔心，明唔明？係嚇咁樣。哦 ，OK， 呢個情況。咁好似有個實例都可以講下喎。係啦，咁啊嚟緊咧就講一個實例。本嚟咧我都唔算特別想講，因為呢個例子咧。通常咧，我喺即係教學教自己嘅學生入邊咧，先會攞嚟講嘅呢個例嚇咁樣。但係咧，因為咧呢、這個嘅例子咧比較入形入格，我哋今日要講嘅 topic 啊，所以嘗試咧都同大家咧攞出嚟研究一下交流一下咁樣嘅嚇咁樣。咁咧，我哋睇睇呢一個嘅盤啦，這個盤嚇咁樣就係、是、生於戊午年，庚申月。今五日，咁我哋時辰係唔知嘅嚇，咁樣，咁我哋咧依家咧就嚟睇睇啦，睇睇呢一個庚金日主啊，生咗喺新月，新月係萬秋嘅月份，金好旺嘅，好旺嘅月份嚟嘅嚇，日元係屬於金，生咗喺金旺嘅月份，咁呢一個庚金日入邊咧就藏呢一個庚寅卯。啊，庚金咧高透咯，即系比劫高透啊吓，咁样，咁跟住咯，壬唔透啦，戊透啦，即系土金齐透吓、啊。我哋话咧吓，日元身提月啊，财官喜透天啊。咁呢个八字咧，财同官都唔透啦，即系讲紧嗰个个配置上咧有少少不足啦吓吓，唔、算话太靓嘅一个高分嘅一个组合啦。咁我话依家透咗庚金同埋呢一个戊土土金齐透，即系呢个金十分旺啦，金好旺，庚金嚟嘅吓，庚金咧我哋类象为刀刀剑剑啊吓。假设啦，我哋话你要成为刀刀剑剑，你一定经过一个过程，做咩啊？就系、是。锻炼啊，锻炼嘅意思即系俾火烧，又俾其他嘢揼嚟揼去啦，咁样去锻炼成为一把名器武器啊。所以咧，庚金咧好中意嘅配置咧系咩咧？系丁火啊，庚金特别中意配丁火嚟用噶吓，咁样。咁呢个八字咧，丁火冇高透啦，咁咧佢有五火嘅，所以呢个八字咧就以五火为用。以五火為用呢、這個八字嚇，咁呢個咧就用官嘅，係一個財官格嚟嘅。咁依家有官啦，冇財，咁呢一點又會扣少少分啦，即係個配置唔靚啊嘛。財官格呢個八字嚇，叫財官格，咁咧就用火，咁咧就起木嚇，用火起木。咁呢個八字咧有火，但冇木啊，冇木咁樣。用神是五火嚟嘅吓，咁样咁啊用火啦，我哋睇一睇佢啲运啊，咁啊都唔算话特别靓，因为咧你用火用火咁啊起木咧，最好就行翻啲木火嘅运啊嘛，咁咧佢 keep 住咧行辛酉运、壬戌运、癸亥运，跟住甲子运，咁呢啲咧都唔算系啲好靓嘅运，一路系行紧一啲咧叫做金水嘅运啊，所以咧对佢个格局咧冇一个辅助嘅吓，所以争少少嘅，即系行啲运吓咁。咁依家咧，我想讲一个运就系呢一个组合，嗱，佢咧就2009年咧到2019年咧就系行呢一个甲子运嘅。咁啊，1999年去到2009年咧，就行呢个癸亥运嘅吓，咁样。
想講呢樣嘢啦。嗱，貴害轉甲子，阿 Mac 呢個就係我哋啱啱所講嘅雙行換陽，最典型、最入型入格嘅一個例子啦嚇。貴害轉入甲子嚇，雙行換陽，換得過是人，換不過是鬼啊咁樣。咁我哋睇下佢轉運。貴害轉去甲子是好定唔好啊？我哋要睇下咁樣。咁我哋而家睇啦，呢、這個八字啱講咗啦，係要用五火嘅，用呢個五火嘅嚇，佢行入甲子運，咁就好不幸啦。呢、這、一個甲子運咧，就子午相沖啊，子午相沖，子午相沖，咁咧就係、是、一個沖用神嘅大運嚟嘅。呢、這個是一個沖用神，咁係咪即係轉運咧？係轉入脾運啊，轉入一個不吉嘅運啊，呢個情況轉入唔好嘅運，咁啱又係雙行換陽轉角嘅，咁呢個動盪會特別大啦。係嚇、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呢、這個運都唔靚啊，都幾唔靚，因為係直接衝擊用神嘅一個大運嚟嘅喎，會係咁樣衝擊用神咁啊。咁啦，我哋再睇埋啦，睇埋啦，我哋話轉運期間已經咧個氣場夠亂㗎啦，嚇佢仲要係屬於轉角嘅運，仲要係最典型嘅嗰一種雙行換陽。我哋再睇埋個流年，咁咧個流年咧第一年轉入去嘅流年甲子年咧就適逢咧係2009己丑，咁啊己丑流年咧就冇乜特別嘅對佢呢個組合嚟講，但咧跟住咧。再交接落去個年份咧，就係庚寅年，咁呢個就麻煩少少啦。呢、這個嚇，咁、啊、我哋睇睇啦喎，咩？嗱、啊，呢、這個甲子大運，呢、這個甲子大運同呢一個年柱係咪天克地沖啊？係，沖咗一柱先。呢、這個係一個沖大太歲嘅大運，我哋話通常沖太歲嗰一年就嗰一年係容易有唔穩定啦嘛，啲嘢會變化啦嘛。佢記住係成個大運，即係沖足十年嘅喎。係。呢、这個天克地沖，我哋再睇埋啦。呢、这個甲子係唔係同時亦都同佢個日柱天克地沖啊？一樣係嘅喎。所以咧，四柱入面咧，我哋就咁明眼睇喺呢個大運已經衝擊咗兩柱啦喎。嗯，即係已經有唔穩定嘅跡象。你諗下，一間屋入面你有半邊係喐嘅，即係簡單嚟講，一間屋有四條柱啦，支撐住間屋佢已經有兩條柱咧喐緊嘅啦喎。係。有不穩定的跡象，再看埋落去啦。佢交完運的第二年，2010年叫庚寅年。庚寅年呢個人木，呢、這個人木係咪會同佢原局唯一的庚有相沖啊？嗯，流年有沖，咁呢個情況咧就四柱入邊沖過三柱嘅咯，嗰、那個唔穩定的跡象更加明顯嘅咯。嗯，你衝擊用神，用神被沖散咗，然後仲要你八字唯一嘅根氣，即係我哋唔知個時辰啦，唯一嘅根氣都被沖走埋，咁咧就唔好嘅組合嚟嘅嚇咁樣。咁喺呢一年咧就出事嘅呢一年，係嚇呢一年。咁咧呢一年咧喺呢一個月份，八月份啊，甲申月出事嘅呢、这個就係個應期啦。點解咧？因為原局。嘅辛金同流年嘅辛金沖啊嘛，再加埋行到新月啦，都係沖噶嘛。呢、这個就係一個應期啦。我哋話人生沖係應期，引動咗呢一組人生沖喺呢個月份入邊，就出事啦。喺呢個8月23日啊，咁啊呢一單咧係一單悲劇嚟嘅嚇。咁啊咁啊，本身我都唔算話特別想講，所以圍內啊，同啲學生會傾嘅啫。只不過咁啱呢樣嘢可以攞嚟。解釋嚇，OK， 攞嚟講解，大家會清楚啲。咁啊，散曬嚇，用神受沖，八字嘅根氣、日主嘅根氣又沖曬，所以就差嘅，好差嘅狀況。嗱，咁啊，師傅簡單講下，不如如果即係可能有啲人咧，佢個命盤係咁樣，或者佢揾完你之後啊，發現佢個命盤係有咁樣嘅情況，通常你都會有啲咩建議俾佢咧？嗱，好似嗱，我哋以呢個例子為例啦。咁呢個例子咧，即係估唔到噶嘛，大佬啊，係咪先？有啲嘢我哋真係估唔到，我哋最多最多防範就係小心啲嘅啫。好似呢一個例子咁樣，呢一個原局係子午交戰嚟嘅，子午交戰咧都係一啲叫做地域之變嗰種相沖啦。另外你行埋個流年咧，都係衝擊噶嘛。呢啲人身衝，人身衝咧同交通意外嗰啲有關嘅。假設呢個八字係你嘅，我舉個例啊，舉個例。咁啊，好似
個組合係咁樣嘅，人生衝又指五交戰，基本上我叫你咧嗰年係要特別特別小心交通意外嘅。尤其是如果你有揸車嘅話，我就會更加小心嘅，叫你嚇。甚至我直情唔建議你嗰年自己揸車嘅，講真㗎。哦，咁樣添。係啊，你醉駕嗰啲又更加唔使講啦，明唔明啊？有啲人係會醉駕噶嘛，包括我哋有啲高官都係會醉駕噶。係，冇錯。嚇，咁啊，作為你一個普通人嚟講，就更加唔應該啦，嚇，係咪先嚇？咁啊，交通意外必定要小心，因為人身衝同交通意外有關嘅多數。嗯。繼續引申落去，人身衝係咪同驛馬有關啊？係。咁嗰一年，我直情會叫你喂旅行都唔好去噶。旅行啊？哦，或者你要去旅行都得，唔該去一啲治安比較好嘅國家或者城市啦。係，嗰啲咧扭扭教教嗰啲咧就唔好去啦，嚇咁樣。嗯，咁啊好似菲律賓嗰啲治安都相對嚟講唔算特別好噶嘛。係，咁呢啲咪唔好去咯，嚇咁樣。哦，咁啊，即使你真係啦，好需要去旅行啦，唔去旅行你唔掂啦，唔該旅遊保險買得特別足。嗯。即係呢啲嘢，你咪防得幾多得幾多咯。最好就係乜嘢都唔好搞咁多嘢，係危險嘅嘢唔好做，因為呢啲組合係好差嘅，三處衝曬嘅。同埋唔該年頭嗰啲拜神咯，我哋會叫係拜神嚇，希望仙佛保佑嚇咁樣。嗯，危險嘅嘢唔好搞啊。係咁樣咯。OK， 咁呢一單咧就個命主咧就喺呢個庚寅年。嘅甲申月嗰度咧就係過咗身嘅，係一單十分十分令人憤怒而且悲痛嘅一個事件嚟嘅嚇咁樣，嗯，就係咁啦嚇。咁啊，我仲記得當年啊，我側邊嗰啲同事一路睇個直播一路喊嘅，係啊咁樣。OK， 咁所以大家記住啦，如果喺呢一個嘅運程批算上面咧，咁有任何想知嘅地方咧，不妨可以喺影片資訊欄咧揾到陳俊新師傅嘅聯絡方法，咁啊同佢進行翻個預約啦，好嘛？咁下一集咧，我哋再繼續請教師傅咯。好，咁啊，今日講住咁多先，多謝各位。焦點視頻開台咧已經踏入第五年啦，非常多謝大家對我哋嘅支持。我哋將會喺8月3日舉行5周年嘅網聚，成個活動咧，我哋會邀請好多位嘅開運專家、名人嘉賓同埋主播出席，同大家一齊玩遊戲、大合照同埋食晚餐嘅。嗱，詳情如下，日期係2024年嘅8月3日，星期六嚟噶，時間係晚上6至9:30。地點咧就係西九龍中心嘅7樓，而費用咧我哋分兩個，一個係398元基本，同埋688元禮遇。嗱，禮遇級別咧可以確保入席咧一定係坐得比較前嘅位置，同埋會得到活動福袋一個，名額有限，先到先得。焦點視頻搞活動最中意就係人人袋嘢走，年頭開運 show 已經派咗超過100份禮物啦，今次台慶抽獎更加預咗超過200份嘅禮物同埋現金獎送出去，保證人人又食又拎啊！記得掃右上角二維碼，立即了解同埋報名參加啦，名額有限，先到先得。